各位投资者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刘銮卿。剩下下礼拜一个交易日啊，我相信很多人呢可能在今天下午或许就出国了。我一个好朋友今天下午呢就出国到冰岛啊，我至于冰岛说去玩哦，玩多久？玩两个礼拜哦。那当然呢，祝他旅途平安哦，这个看到极光哦等等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已经出国了。那我想呢，其实我们每一年都这个样子啊。事实上我都是坚守到最后岗位，到最后封关之后，该去休假去休假哦，该去哪里去哪里哦。那今年呢，事实上我在这个应该说春节期间啊，我带我爸妈去冲绳玩哦。那这个难得我的父母啊想说要出国玩哦，不然的话这个或许以前这个因为说真的我们在工作啊，尤其我爸妈是这个台南人，对不对？我在台北工作，说真的要凑出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出去玩，好像都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存在哦，只有在春节才有机会。我们之前也去这个，去年春节我们去宜兰哦，宜兰的这个中天温泉饭店。那我再三跟大家声明哦，中天温泉饭店不是韩天集团的，你不要搞错了，对不对？不是那个每天报韩国瑜那个节目啊，不是啊，对不对？我不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评论无双那个节目，不是啊，哦，那这个是一个宜兰的一个老牌的饭店盖的新的饭店哦，这个设计硬体设施非常非常漂亮哦，这个是去年去玩的，还不错，对。然后呢，前几年呢去这个垦丁去过两三次啊，这个垦丁因为距台南比较近嘛，开个车就到了哦。而且这个大家在怕塞车，其实也还好。你说早一点，假设你可能除夕前一天哦，你就已经出发了，对不对？你这个大年初一回来，好像刚好也不会塞到车哦。垦丁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地方，甚至包括日月潭其实也是不错啦，只是说，当然这次选择冲绳的原因是因为，冲绳还真的是比去垦丁还便宜哦。那当然，这个就等这个封关后的第二天哦，那这个我们就要出国去冲绳玩，玩五天哦，去住四天啦，大概在初二才回来吧。那当然这边呢，我们看到今天其实说真的，今天还想做交易的人少之又少了，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人在做交易哦。我刚看到外资期货多单多了1000多口，代表什么？外资不跟你放假的对不对？外资不跟你放假的。我在今天一样的，因为最近有一些新会员，真的是只有一些啦，这一些一点点一点点哦，这个就是怎么样一点点而已。我还是要建议他们，我们这一次的小资红包股，我答应大家的，我今天一样下去布局，对不对？那这档股票其实是跟智慧家居关系很大，我今天在我们的这个 call 讯里面写的非常的明白。好，那我今天我就不多讲了，好不好？来，我们回到电脑的画面。我今天早上，我就接到这不知道到底是会员朋友还是投资朋友寄来了这个微热山丘的凤梨酥。他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微热山丘的凤梨酥？我是不是有讲过啊？对不对？我可能是有讲过，他的凤梨酥特别好吃，原因在哪里？他是用土凤梨做的，对不对？我不喜欢吃嘉德凤梨酥，去年朋友送我嘉德凤梨酥，我吃了一颗之后，全部都送给别人了。那去年我没有记错的话，去年王博也跑去跟人家排队买那个嘉德凤梨酥，说帮我买一盒，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你送给别人就好了，我不吃那种东西的。但是我告诉你，微热山丘凤梨酥真的是好吃。那今年其实我看很可能是因为微热山丘啊，他在推广苹果酥，所以有两颗，我就奇怪，这包起来里面怎么会两颗跑出来了？就不是哦，不要想太多哦，就多了两颗啊，多两颗。那这两颗是什么？苹果酥哦，那到底好不好吃呢？这等我吃完再跟大家做分享啊。这个微热山丘其实很有趣啊。微热山丘的老板他以前在干嘛？你知道吗？他以前是个电子公司老板，那公司你忘记了，叫做6159的全鼎。全鼎当初还没下市之前啊，他不是下市，他是被大连大收购。在被大连大收购之前，被我订到爆了，因为这太离谱了嘛。那公司都是左边左手换右边，右手换左边，利用库藏股，利用什么？投资公司来回在那边弄股票，详情你可以去看这个那个台股红色警戒，对不对？哦，那当然，曾经搞到有一天，全鼎的总经当时的总经理还是财务长，从他公司打给我说，你真的是我对我们公司有严重的误解，什么什么讲了半天，反正不重要。后来这位许先生啊，这个许董事长，他把这个公司卖给这个大连大之后，卖大连大之后，他跑去做凤梨酥，做出一番名号。当然前几年由于这个凤梨呢，应该说收成太多了，他也没有卖到那么好了。他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红，一开始的时候是
红到不得了，对不对？而且呢，它的这个应该在南投还在哪里的这个那个点啊？如果你是自行车骑士骑到那边，哎，你要试吃几颗都可以啊。其实你什么人去那边，哦，他直接一颗给你试吃，不够再吃一颗，他还给你茶可以配。哎，你一般我告诉你，你要去嘉德试吃凤梨酥，你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对不对？他给你试吃嘞，哦，那这不重要，重点是刚好就感谢这位投资朋友哦。那当然他，我记得没错，他上面留的名字叫姓林啊，感谢这位林姓的投资朋友哦，我收到了，而且我还真的喜欢吃微热山丘凤梨酥哦。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节目内容，投资朋友，我今天一大早啊，我就看到我朋友丢给我这个讯息，说：“哎，会计师，对不对？那个分析师啊，他看你节目啊。”我说：“看什么节目？”他说：“你看。”那个某一个分析师啊，他之前每天一直告诉大家，他很看好一档在做养鸡场的股票，养鸡场鸡要打那个打疫苗啊。他说那档快要飞天了，天天叫会员加码加码再加码，买到最高点，对不对？爱到最高点，心中没有国企就买了股票而已，其实没什么输赢。那股票到现在经过了3个月都还在那边啊，都还在那边，对不对？他说最近在停损欸。而且今天做什么你知道吗？他停损那一档，他那砍掉那一档股票，那不见得有停损，因为我没有去，我不知道他的成本多少。他就是砍掉那一档股票，然后去买什么？去买我们的剪刀脚导光谱啊，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茂林，对不对？不是茂联哦，是茂林，好不好？茂林，对不对？4935的茂林。他说会计师，他快这波，我说胡说八道，对不对？他说你讲那么明白，你一直说那个养鸡场那股票去年赚那么多钱，然后只愿意配一点点现金给你，这是怎么样？哎，天地良心哦，我有讲过这些话吗？我有了，我讲过这些话了，对，我都讲过这些话。但是人家不是看了我的节目而去做这样的操作的，对不对？不然他加入我会员就好了。如果他加入我会员去带他会员，我告诉你，对不对？或许啊，因为他们那些人真的很会行销。很会把明明就赚1块钱讲像赚10块一样，那我们的股票呢，对不对？常常涨了100块，被我讲起来像涨赚10块一样，因为我觉得那不在意的，我们大家的出发点不同。我今天在这里分析股票，分析投资，我只要告诉你，我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很多人都很清楚。我也不怕你搭上我的车怎么样，因为我的车很好搭。我们是大型股，我们不是那种成交量一点点的。我常举那个例子。那个什么6683，对不对？84张，所有分析师都在里面，闹柯林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好？不可能的事情就不要做了。我们的股票够大只，让你好进好出。我请问你，旺宏、群联，对不对？南亚科、日月光，哪一档不是好进好出？都很好进好出啦，对不对？高价一点的穆德，对不对？我们在做的时候还中价位的这个什么建策。请问你哪一档不是好进好出？哎，不是那种只成交几百张、几十张的，然后用会员之力拉上去做价差。我们不做这种事情，因为那东西对我来讲没意义，对不对？茂林也好进好出啊，除了在买的时候比较不好买以外，对不对？就没有错。不过后来很好买，这一次很好买了吧？这一次135元，很好买了吧？今天150啊，昨天最高应该有超过150，对不对？我跟他讲，我跟他不熟。我跟他不熟。今天下一通我本来要写的，对不对？就是我笑出了猪叫啊！昨天有这个我学弟说记忆体要全面喷出了，投资朋友，记忆体喷出好一阵子了。我举这个例子，3260的微钢，我请问你，对不对？这不叫喷出好一阵子，叫什么？这喷出好一阵子了。对不对？当然你要说啊，那个，你看今天那个8088喷出，对不对？今天谁那个谁那个4967，这我们讲过，10权喷出，对，我相信人家早就把这个什么钻石换成银硬体啊，换成龙眼了啦，对不对？啊，今天那个4973喷出没有错啦，你要这样讲也没有错。但是其实我多久以前跟大家讲过了，我们已经从11月18日到现在为止，旺宏进进出出的，对不对，投资朋友？旺宏最近就很有趣嘛，长红 K 之后一定伴随一根黑 K， 为什么？那些假外资今天早上就出场了，但是那不在意啊，我在意这干嘛？我今天看的是内德跟 NOR Flash 的大行情，我不是看那个中小型的行情，我也不会昨天旺宏大涨跟你说，你看我跟你讲旺宏大涨，我们早在船上了嘛，我不是去追高的，我也不是看报纸做股票的，好不好？都不是，哦，那不是，对，我们不多讲了，好不好？
这是我今天给这个我们会员的哦研究日志，我们给他们稍微看一下就好。台积电我就不念了，对不对？我是跟大家讲投资啊，对不对？看到新闻才出手买金鼎宏硕的可能难过了，因为都开高走低，对不对？投资不是什么，不是看新闻买股票，不然大家早就赚翻天了。我们为什么能在九月份教会员买宏硕，对不对？为什么能在十月、十一月份教会员再买宏硕，而且不是现在才买的？那个时候一开始怎么样？150、200，现在300了。今天开高走低跟我无关。我今天本来想要扣会员出，其实我扣讯都写好了。后来想想，我等等好了，我写320元，我没有扣出。我今天就出了什么？对不对？我就建议大家今年就不要玩了，就这样子，对不对？我们留一档股票就好了，留一档股票就好了，其他没什么好讲的，好不好？来看一下，来这边，我们今天建议新进会员，对不对？布局智慧家居概念股，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对不对？人人买得起哦，这多的一个的，一直说的人人买得起的，对，人人买得起的这个什么？人人买得起的小资红包股。希望大家能抱住。如果我预测没有错，今年业绩成长会很惊人，加上市股利益，会让大家有很好的报酬。其实你大家也知道是哪一档，但我们不讲了，好不好？这给我们，我等到我心目中那个报酬率，我说大概是50%啦、啊。到了时候我再公开大家看，反正你也知道是哪一档，哪一家公司最近智慧家居打得这么凶的，还告诉你他在哪里的厂房弄得很大，弄到以前的。你知道是旧厂的，不知道几倍大。我新闻有写看，有看到，对不对？你一直以为他只是在做什么印表机而已，不是啊？那个戴森吸尘器嘛，也在折哎啦。而且我告诉你，未来还有更多东西他在做的，因为他要主攻的就是叫做智慧家居，这样你懂了吗？对不对？加上子公司回来台湾挂牌，还有市股利益，对不对？股价又很便宜。每一个人很喜欢问我，会计师，台积电你怎么看？昨天，台积电法说会之后，一直朋友啊，你看完这个东西之后怎么看？我说台积电怎么看？你问外资，不要问我，对不对？小资一点的你问我，我 OK 的啦。大资的我真的无法判断，就我把它抖。台积电怎么看？我把它抖，对不对？请你问外资，外资这个样子啊，到底台积电今年成长17%好，还是成长20%好？那我们怎样？他们昨天跟大家讲嘛，今年晶圆代工会成长17%，那他们会超过同业，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在20%上下了，大概这样解读啊，对不对？大概是如此，我们不多讲，好不好？当然在法说之前，传言满天飞，对不对？那昨天当然每个人一定要想问的，那魏哲家直接把这三个传言全部打回去，不过这三个传言的回答有回答等于没回答。第一个，美国说要把这些军用晶片。回美国生产，他说目前还没有这个规划，但是怎么样，一直有评估，对不对？第二个，美国对华为提高出口限制，技术含量有25%，门槛升到10%。他说目前是25%，他说再来是怎么样？有些都是怎么？他说外媒报道台积电受到影响，说法错误，对不对？第三个，海思减少下单到南京厂，而且呢转单到中芯国际，采用中芯实验室生产，说不评论，但是他不正确。然后后来呢？我知道他财务长还是什么长了出来讲，他说我们在南京厂的扩产计划，按照预定的时间走，对不对？南京厂要扩产到什么程度？要扩产到每个月能够生产20,000片，继续按照时间走，表示根本还他没有掉单，你知道吗？而华为为什么会想要转到中芯生产？因为中芯是他们自己国家扶持的，可是会有一个很大问题，就像现在大家去质疑这个郭明奇的报告。郭明奇说啊，那个骁龙765啊，哇，降价很快啊，这一下就跟这个天玑800、天玑1000可以打，可以打了。结果人家说到什么，你知道吗？骁龙765所采用的是3星7纳米制程，骁龙那个 Snapdragon 啊，865就是它的这个主机的晶片，765是这个 SOC 的，865是什么？是分开的晶片，对，就是这个数据机跟 AP 跟 BP。切开来的晶片，射频跟那个射就是这个东西切开来 ，A P 跟 B P 啊，哦，基础晶片那不知道怎么念 ，A P B P 是分开来的晶片。865是台积电做的，结果呢？据说三星的7纳米，好像对不对？那叫什么？这个用中国人喜欢讲的话，好像不太靠谱啊。
所以怎么降价，对不对？那我们不多讲好不好？这个都跟他回答完了，没什么好讲了，对不对？这是昨天要讲没讲到的，这技术出口限制。不过这东西其实大家也要认真去看啊，对不对？有一张叫做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其实网络上有流传的。他说要怎么去计算那25%呢？说这个是台积电孙佑文所说的，怎么计算的？怎么计算？他说怎么样？直接材料哦，原始晶圆，这是不受控项目，因为所以不会计算在美国原产地的受控内容。间接材料部分，哎，这就算了哦，对不对？光阻化学品、研磨液、研磨垫、气体、石英靶材，我们评估他们中的每一个检查以美国原产地，然后被视为美国原产地的价值。然后呢，怎么样？折旧也不算，对不对？维修维护没有美国内容 ，EDA 工具不会被计算。现在担心什么 ？EDA 也会计算，对不对？这带有写，这我不知道没有写。担心说 EDA 被计算，因为 EDA 这东西都是美国的，那都是美国的哈。那他说，但是什么 ？EDA 工具跟转件它不会被计算，因为它不是晶圆制造成本一部分。客户需要从 EDA 供应商取得许可，这个客户没有许可就不能做了，就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不是计算在里面的。那你从这里面看到什么东西？其实这个是去年六月讲的。对不对？我老实说，我是今年十二月才看到这一篇报道，我没有认真去，没有认真去研究。如果我去年六月就看到的话，我去年六月就会叫你去买3亿、3亿的宏硕了，投资朋友，对不对？不用等到九月，我六月就会去买了。六月多少钱？你看嘛，120啊。你说为什么？其实包括他所做什么施制程的设备啊，对不对？这些东西你看，只要不是 Made in USA， 都没代志啊。啊，你在给你折呀？宏硕做什么？宏硕其中施制程的10个站点里面有3个站点的设备，它可以自己供应啊。一个你在折，他自己在做的，哎，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真的，我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是我真的是十二月才看到的。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还敢叫大家加码宏硕？因为它不算在里面啊，对不对？它只要的技术不是在美国生产的，对不对？那就 OK 了嘛，对不对？这跟大家讲过嘛，先进制程这边就是王道。好不好？就像今天宏硕，我们也没有走，对，我们没有走。今天本来要扣320要出，它掉得太快了，算了，好不好？不在意，我不在意这些事情，对不对？这些施制程设备，如果说你一定要，对不对？逃避美国的一些规定限制的话，你必须国产化，甚至包括其他未来，其实这跟这个去美化都有关系的。这个什么？宏康啊，对不对？甚至包括你看这种做那个化学液体的圣医，我告诉你，这都有关系的。化学液体是不是更直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里嘛，对不对？不是你家吗？就在这里啊，是不是受惠者？对啊，就受惠者嘛，叫你懂嘛。哦，那金鼎是不是受惠者？恐怕就不是了，对不对？因为金鼎是在做什么？他帮应用材料公司把这些东西煮一煮，送到台积电去，所以这可能就不是受惠者了，大概是这样来看，我们就不多讲，好不好？那当然呢，大家今天都在讲什么台积电的一个强劲资本支出，对，意外惊喜哦，这我都不讲了，这个你知我知，大家都知嘛。再来回到我们今天要跟你讲的，就今天叫我的新会员，对，我们上礼拜其实都进场了，好不好？上礼拜其实我们还用了什么我们的这个专题讲座跟大家讲，这些公司到底。我们为什么敢说它是小资红包股？而且不是只有让你赚到红包。我希望大家能够抱住半年到一年，你会有很惊人的报酬。为什么？他们今年成长性真的很大。来看这一个新闻，不是亚马逊啊，亚马逊我们买不起，亚马逊一张快2000块呢，对不对？一股快2000块，一股就6万块了，有够贵的。亚马逊壮大印度事业，贝佐斯加码投资10亿美元，对不对？那他说怎么样？他说。这个呢，亚马逊呢在印度展开魅力中市，然后呢，他怎么样？印度小将张家现在怎么样？他反正一大堆，他就印度人不爽他嘛，因为他在印度又没有什么点啊，那现在必须要怎么样？他说去当地的卖家大会宣布，该笔资金用于协助更多小型企业者在亚马逊平台开卖商品。发言人指出啊，这是继亚马逊宣布斥资50亿美元发展印度事业之后，再追加的投资额，本来已经50，现在变60了，哎，很多哎，638哎，对不对？638，1800亿的台币啊。对不对？那现在当然台币比较有价值，就没有那么多了吼。然后呢，当然这部分已经跟他提到，事实上为什么除了卖东西之外，亚马逊的重点是什么？他通过卖东西的关系，对不对？把他的智慧家庭的一些产品，哎，散布到各地去啊！投资朋友，你不要忘记我讲过这个东西，这家公司叫什么？广达，对不对？广达为什么不想玩这个 Apple 组装了？我说广达不是广明哦，好不好？我说广达不是广明哦，你们就天天喜欢去买广明，反正我祝你们赚大钱。广明4根红 K 了，
投信来进来买了，我祝你们赚大钱，不要被我乌鸦嘴讲中，真的中法的时候就 GG 了，那不重要，对不对？广达为什么弃 Apple 组装 Apple 的这个 Watch 的组装呢？没关系，立讯要做给你做啊。为什么？因为他要跟 Google 做更紧密的合作。 Google 要做一些智慧家居的设备嘛，什么智慧音箱这一类的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才是广达董事长林百里说的。他说他研究 AI 研究到头发都黑了，但我不太相信啊，对不对？据说不是这个样子，但我们不要讲是为什么头发变黑了，我们不要讲，不是也不是染色的，是真的变黑的。好，那我们不讲，反正那与我无关，那与我无关。反正现在有一种抗衰老疗程，打一打头发会变黑。那打什么？哦，我不讲啊，我不要讲，不要讲，到时候就说我破梗，对不对？不重要。那像广达也是一样，对不对？他慢慢的走出了他的一个这个组装，甚至包括其实今天的鸿海，投资朋友。今天看到鸿海，我就不好意思，叫会员卖低了。我们卖在这一天嘛，我记得卖这一天啊，对不对？这一天卖这一天，我卖完收最低，对不对？结果掉到 86.5 之后，他现在又回来了。不过没有关系，我当时跟大家讲过，不是看坏鸿海，好不好？我是怎么样，要把这个持股缩减一点啊，对，不用太拼命嘛，对不对？那今天鸿海的一个新闻是说，鸿海去跟什么菲亚特合作电动车，其实这本来就是必经之路。电动车绿能这部分，我认为未来发展都很大。我在昨天的股市现场跟大家谈重电四君子，对不对？投资朋友，昨天涨停板的中心电，你不要小看它，这今年真的一定是大发特发。但是我还没有叫会员买哦。1519的华城，对不对？这接了一堆风电的订单。投资朋友，1503的市电 ，Gogoro 的这个里面的引擎的一折，它还怎么样？它的电装品还打进去 BMW 什么庞巴迪、普拉利斯。对不对？哈雷的这些供应链里面，对不对？还有什么？雅力，对不对？雅力，今天雅力也不错，对不对？你看雅力，投资朋友，我没有在乱讲的，这是我所谓的重电四君子。我刚好是因为昨天是这个过年前最后一次去录股市现场，我提供这些公司给大家看嘛，甚至包括我提到这个反甲，对不对？投资朋友，最近有一档股票涨很凶，叫做6279的胡联。我说真的，我不以为然啊，我真的不以为然。好不好？我真的不以为然，反正随便他们怎么猜，随便他们怎么讲，不走。回到智慧家居，好不好？回到智慧家居，对不对？这部分一定是越来越重要嘛。所以为什么布局那个小智红包股，人人买得起啊，对不对？人人买得起。我很少买那种鸡蛋水饺股，但这一次我出手去买了，好不好？我不多讲了，好不好？再来，你看这昨天人大出了个报告，茂林，对不对？受惠于新订单跟原物料价格下滑，但是它未平等。我写了半天未平等，因为可能是市值不够大，等到茂林200元的时候它就平等了。我这样跟大家讲，那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是吧？热滚压制成，这是1月15日。这茂林的陶给，茂林陶给，对不对？他说怎么样，这个这一大堆什么，那没写什么啦，那没写什么，那什么他说怎么投入资本支出在台湾扣建产能，对不对？2019年底陆续完工苗栗铜锣厂的导光板的产线8条扩至10条，到专厂要维持7条产线，桃园的研发中心已经完工启用。其实这些当初啊被郭明熙点名剪刀脚的股票，对不对？叫做什么？晶圆啊，对不对？我们还带会员做过什么？做过科嘉嘞，哎呦，我出完之后科嘉跌翻天了。那运气真的很好哎。后来我们去做什么？做茂林，茂林今天的收盘创收盘新高，150元，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是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不敢这么讲。对不对？建策也是啊，投资朋友，我今天没时间跟你分析建策，对不对？昨天建策被投信卖了1000多张，我有会员很紧张，打电话来问我，我说你紧张什么？对不对？我希望这些投信干脆都砍一砍好了，弄欧北遮嘛，对不对？都是乱做的，好不好？全部都是乱做的，怕什么怕？你又不是买在240几块，你又不是我阿姨，我阿姨又买240几块。我今天问了一下他们的这个业务人员，说停损没啊？说没有啊，还是停损我不知道，对不对？我不晓得啊，他们都那么有胆了，我们买70-80块，买100块、130、160、180的人，我就在担心什么？就跟我当初讲一样，3131的宏硕，投资朋友，这一段跌下来，每个人吓了半死。可是如果你成本是150、200的人，对不对？日本话叫什么？乃介股啊，对不对？没事的啦，对不对？这个好像这个叫什么？
这个大丈夫还是什么的吧，我不知道。这个日本话我不懂，日本话我不懂，那不重要，好不好？茂林啊，对不对？重塑啊，旺宏昨天创新高，今天稍微拉回哦，都说都不用担心什么，这个没什么好担心的哦。这后面不讲了哦。好、哦，老朋友茂林，这个昨天讲过了嘛，讲过我就不再讲了，好不好？对不对？茂林昨天148，昨天148，今天151了哦，今天151创新高，对，150啦，150创新高了。剩一个交易日了，我也跟大家讲，对不对？机会真的要自己好好把握。我本来今天标题要叫什么买定离手或什么，我笑输了一个猪叫，这算了算了，对不对？机会要好好把握。下礼拜一会不会有股票可以买？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你早一点加入我们的团队，跟着我们一起赚钱，不要只是在那边用看的。说真的，你要继续在场外当观众。再酸我也没关系，你看那个姓什么鬼的沈啊，对不对？沈旺福还是什么的，忘记了。酸我呢，对不对？我说你就去多买一点好不好？你多买一点达尔夫好的不得了啊，对不对？你好厉害哦，跳空涨停板都买得到，我们都买不到啊，对不对？跳空涨停前那天成交84张，你可以花这些时间继续当酸民，我也没有意见，好不好？我真的没有意见。还是怎么样，对不对？继续去问，之前有那个粉丝，对不对？到我的那个什么丢到私讯里面，说蔡英文坐票，哎，你去关心这些事情好了，好不好？你这些人关心这些事情，我没有去回答他，我就看到他这样写，好不好？我连看都没看，他拎到的代志，我再三跟大家讲一次，好不好？能救一个是一个，我希望大家，对不对？虽然剩下一个交易日而已，你利用这几天。赶快把握机会，跟着我们操作。一有买点，我立刻通知大家，赶快的能够上车。不要说从去年到今年，火车都从屏东开到台北，准备要开到日本去的时候，你跟我说，会计师，我都没谈的。祝大家操作顺利。